太严重。我知道你要用推罐，因为我们人比较多，我们这样会来帮忙。不是，他们现在是媒体，他们想要坐第一辆工作车，就和三公司一样。对啊，你们管的把它开过来。八斗子跳下去来打。现在在转播，试试看让那个趁他转向的时间，看那个台风是什么时候开回来。那个工作车有办法开过来吗？前面还有几台车，工作车前面还有几台车，八斗子那边的。他现在还在八斗，他现在好歹在。